今天讲讲通背拳的基本功法。基本功呢分为四步，第一步是八把回背法。练通背拳，这是他的发根，不练好发根，其他的手全不能练。下边就由我来练一下这个前后抡臂，单手前抡臂法。这时候呢，就是说，要求你俩脚岔开，岔开以后，两胯夹紧，食指抓地，就是你两个脚要踩在地里头，如同在泥里头一样。这时候周身放松，放松以后，比如说左脚在前，这时候就意识着要抡右手。抡右手，左手护胸，自然护胸。护胸的时候，正常呼吸。第一，首先要求精力要集中，就如同就一个人一样。先是往前抡，就是单手前顺背抡法，就是这样的抡，就自然。抡起来，不要紧张，也不要憋气，往前抡，自然抡起。这时候讲究呢，就是说三尖相照，脚尖、鼻子尖跟你抡出这手尖成为一条竖线。这是也是将来练手呢，脚踏中门，为踏中门用的。往前抡，要求这手型。手型在上边的时候，这头往下是劈掌，劈掌到平身，改成搂，到后边也是一样，劈、平身、搂。基本功从开始它就有积极作用了。如果你不按这个练，击击上你不起到作用。往前顺背，就后边的大背，这条筋从后腿拉起来，往前顺。这时候要求左手，就这肘要抱肋。过去老师讲啊，就是肘不离肋。手不离心，心呢就是在你的前胸。抡下来这手一定要在这条线上，上回劈，下回搂。精力集中。下边是后开胸抡臂法啊，就单手。俩脚再站开点儿，啊，左手护胸，肘不离肋，手不离心，这儿得夹住了，一支棱着，这就丢了，啊，开始抡，往后，后抡，来，停，这手主要是在这儿呢，从这儿开始，掌心朝前。将来练手时候，这就是撩阴掌。胳膊平了以后，后口朝上。将来用手时候，这是挑手。往后反劈掌，还是后口朝上。哦，走，来，前后，前后。不能转，一看你前边这个磕膝盖，一转这就不对，挂一点意念就得，就是变手时候。下边讲一下双手左右抡臂法，
双脚岔开，比你的双肩啊宽一点，俩脚站稳，就是十指抓地，两个膝盖呢微乎略微弯一点，其余的就是说周身放松。周身放松以后，咱们先练这个左抡臂法，就是双手左抡臂法。这时候抡的时候，就需要你两掌户口朝上，掌心相对，就这个，同时下劈，到下边是挂，劈挂劈挂，老是这个，双手劈挂，下边是挂手，眼睛平视前方。脑袋往上顶着点儿，这双臂紧贴着你的衣裳走，贴身，不要在前边这样抡，贴身走，立抡成圆嘛，过去讲的就是这个。这时候就注意你这儿。对，这双掌立掌下边挂，哎，眼睛看前面，上下浮动，哎，食指抓地，周身放松，胳膊放松，你的双手就如同这绳拴的一秤砣，这么抡。下边讲一下双手右抡臂法，还是跟刚才一样，两脚站实，如踩到就这囊泥里头一样啊，十指抓地，这回起身抡，身体一起伏，这么练，还是这样，在右侧出俩横切掌，下边是挂手，双手右抡，对，哦，眼睛平视前方，精力集中，哎，胳膊只要放松，自然它就贴身走。要在外边画的时候，你就是没放松，跟棍子一样，那在晃，哎，侧身劈掌，哎。上下起伏，哎，脚蹬地一起的时候，脑袋往上顶，这时候才灌出周身的劲。下边讲一下双手前后抡臂法，先讲双手前臂抡臂法，向前抡，俩脚岔开，就是双脚岔开，还是比肩宽一点就行。这时候也要周身放松，放松以后，双手起来，这两手自然弯曲，不要张得太大，也不要抿上，不要闭上这手，哎，往前抡，往前抡的时候，抡到这个位置，半握拳。下来，半握拳，这就是往前抡。这时候呢，就是也是一起伏练，起来的时候，双脚往下踩，脑袋往上顶，周身放松，就是这点要紧，俩胯夹紧。到前边，呈半握拳往下走，其余都是掌。尽量往前探，胳膊越长越好，练一下这双手向前抡臂法，
俩脚岔开，站稳，往前抡，这胳膊平了以后呢，成半握拳下来，对，齐腿展开，握完了就展开，现在讲双手向后抡臂法，就是俩脚岔开，食指抓地，周身放松，往后抡，这跟这正好相反，啊，这手呢从底下起的时候称半握拳，过去讲说是朝天一炷香，这指不定烧谁，反正。然后这是一个金鸡斗铃这个姿势，这样往前走，也是往尽量往前灌。这两个手啊，半握拳，尽量往前灌，起来，从下往上。周身放松，起伏时候要求就是脚蹬地，百会穴朝天往上顶，自然呼吸，别憋气，练一下双手后抡臂法，俩脚岔开，同时蹬地，膝盖微曲，对，周身放松。这时候手起的时候啊，从这儿就开始半握拳。这过去讲朝天一炷香，从这儿烧。哎，对，这儿起。百会穴往上顶，周身放松，越松越好。下边讲一下双手反向抡臂法，两个脚前后站开，这体重呢平均放在两腿上，不像说练别的似的说这丁虚步是吧，不是这个，前后站着，这站着时候呢，这后腿这个手是往下跑，往下走，前腿这手呢是往上走，这样反向抡，一反一正。这时候抡的时候就要求这两个手这位置都是在前脚尖前面，在这个前脚上方，要求这手型也是这样，这手往前是劈，平身以后是搂，这手这是下边是撩，上边是挑，看好这个，就是手型变化，俩手走一个位置，下边练一下双手相反的是吧，正反，一个正轮一反轮，对，俩脚前后展开，双脚蹬地，对，这时后边这脚这手是往前走，那从底往上撩，对，好，现在练的时候就是左手是撩挑，左手撩挑，右手劈搂，对，放松，起伏式练，下边换脚，这回呢是右脚在前边，所以说右手先撩。撩挑，左脚在后，左手是劈搂，就这个，两个手全灌在你前脚前面，灌在前脚前面，这手不能分着，
这样分着练就失去你这击击意义了。这儿啊，这手正好是接他的手影，这么走，俩手展开，劈，搂，正好是反着，这样抡。老师当初特别强调这些练法，一个是身法，一个说是你这呼吸，再有就是你胳膊不夹长了不行，抡抡的筋长了以后，这将来用处才大呢。下边换一下腿是吧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俩脚如同蹬在泥里的似的那么练。哎，对，那时候这正好反过来了。哎，式子虽说简单，可是里边这动事就多了。哎，起，起伏。哎，对，就是反背劈掌。下边说一下通背拳的这步伐，哪种拳它都有这个步伐是都是相当重要的。今儿讲一下呢，咱们这个通背拳这个十种基本步伐。第一步伐是通背拳常用的这踏拉步。踏拉步呢，就是过去有我师爷穿这个铁鞋这样出来的，他这劲力由他那儿出的。这踏拉步呢是为了粘住敌人用的，手粘住脚得跟上了，就是跟住人。他这步法呢就是说前边你迈出一步的就是这半步是吧，这步大了怎么办呢，赶紧跟上来擦地而走。如果说前边迈着半步，后边我这儿抬起走，这就不叫踏拉步了，也失去这意义了是吧？紧随住对方，这时候前脚上，后脚跟，就全在后脚这儿呢。他始终在跟着进。比如说这动手时候打上了，是吧？虚分差一点，这后腿再往前一跟，正好还是同时发力。后脚蹬上以后，这进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踏拉步看着很简单，可是它是常用的，尤其是通背拳就讲那踏拉步。追击人的时候，只要说在一米远左右，上手粘住人了，粘住对手，下边全凭这腿走，是不是？过去老师就讲，打人全凭这半步。你上一步的时候，机会都不太多，就是这半步，这就打上了。在这时候呢，刚够着对方，是吧？再上半步，这就把人就能打出去。上边前脚向前迈半步，后边跟半步，跟老实这个，贴住对手，使他不至于逃脱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上一步大步上边跨的时候，这时候呢身体虽说稳当，可是说人家要是动咱们也是很容易，这时候就需要后边跟半步。这还叫踏拉步，是吧？往前一走一跟，还是踏拉步，就是这个，踏拉着走，这步，踏，往前蹭地，尽量不离地，就这脚，一上步往前蹭，是不是？这两脚之间得有一脚之隔就行，前脚是吧？向前迈半步，后脚一根不离地，对，这两脚是都是是弯的地方都让它弯着。上步踏了步，下边说一下这闪战步。刚才讲的踏拉步的话，讲的闪战步。闪战步呢，就是这个
比如说后腿是吧？上一步，闪开，再上步，哎，闪，上，哎，就是这儿，上步是吧？走，这儿闪开以后，这儿是吧？这儿，这前边的脚这一闪，啊，闪开，练一下这闪战步，就是闪开正中打正中。对，下边说一下这麒麟步。麒麟步它这功用呢，主要是俩上身稳，俩腿站得稳，这上身就稳了，这样发力大，哎，便于发力，就是这个。这时候，这发力，这上去以后也是这样，跟这个弓箭步它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这俩腿它都弯着，这时候正好是这发力，身体稳，发力也大，就是这个，对，上步。下边说一下这提膝步。提膝步它这功用呢，主要是在你这个拨浪盖上，啊，在练当中，就是你比如说要是右膝提起来，左脚上前迈一步，啊，这样轻轻的提，膝盖提起来以后，脚尖朝上，正对着你的正前方，啊，不能这样的。也不能这样是扣着，扣严重了也不对啊。走，练当中，目视前方，越轻越好，练这步，轻轻的练。下边练一下提膝步，就照刚才我说的是，这膝提起来以后轻轻落下去，脚尖向上勾，不要挑出去，这脚尖勾着去，在你正前方这颗膝盖，对，起，对，轻轻落。下边说一下这个旋风步，这旋风步也是它这个功用是吧？也是为了躲闪对手，这一上步。是吧？上步以后，顺着这劲，脚尖当轴，是吧？这样转身，另一脚拉过来，是吧？这脚这样了，上步是吧？这脚往后拉，随着转，这脚尖碾地，碾这半圈，是吧？然后上这步，还是这样碾。过来，练一下这个通步拳的旋风步。整个身子转，脚尖当轴。碾半圈儿，说一下通步拳这个跃步啊，跃步，这就是要轻巧、快啊，这一来就起来啊，跃起来以后，这可以加上说这个掌法练，走起来还是提膝啊。提膝练习，就是往前跃，跟飞一样，走，就这么走。
练一下铜钱的跃步，啊，可以加上掌，就跟练跃步掌似的啊。走，哎，只能跳一步还费劲呢，哎。下边讲一下这个卧步。卧步，过去呢，就说这叫卧牛步，就好像这牛卧了以后，当家要起来这劲头啊，就是后腿向前迈半步，前面脚横着，这整个身子坐下去，就卧在这儿，啊，这是卧步，那就是后脚。向前迈半步，上一步，脚横着待着，后边的脚往里扣，这时候卧，得卧在这儿。这卧牛步是当时讲，就说是卧着一瞬间马上就起来，跟牛要起来一样。下边练一下这卧步，啊，卧步就是往前迈的时候。哎，对，往前迈，脚横着，这将来这就是一腿，哎，就是踩对方，这个迎面骨以下，啊，然后卧下去，再打，哎，卧，对，卧，横着去一步，这就是为了踩。下边说一下这个猴闪，啊，猴闪呢，它是在这个卧步的基础上，是吧？跟猴一样往这边跳，跳出一步，然后还卧在这儿，啊，就说是在这个卧牛步基础上，哎，卧下来，向你的右方这样卧吧，向右方跳，跳，哎，这样坐下去。下边练一下这个猴闪，你在闪当中，照咱们练手似的，可以出一掌，啊，啊，握，要轻，唰一下就过去，下边说一下这个。猿猴倒行步，猿猴倒行步呢，它也是跟这猴形一样，这脚在倒行当中拉了着走，这儿拉了着走，啊，这拉的时候呢，上边这手搂带，就是裸啊，走，这一个，走，是吧？练，跳着走，哎，跟猴一样跳着。往这个右后方走，他这不是走横向，啊，走，跳，跳着，啊，走，这前面是搂手，把这步得弄好了，越轻灵越好，啊，走，哎，走，重来，哎，走。下边说一下这个龙形步，龙形步就跟这个，咱们说就跟这长虫向前爬一样啊，那个从这儿这儿走，又这儿了，老是这么走，龙形步，闪展着往前进，走，前脚脚掌沾地，它是虚步啊，这是咱这。前脚要虚，后脚实啊，这么练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啊，走，哎，走，
龙形步，哎，走。下边说一下突木拳这个腿法。这腿法呢，这个跟突木拳这个抡臂是一样的，啊，这上肢是抡臂，下肢就是悠腿，这第一式就是悠腿，都从这发根开始。这悠腿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事先呢随意找一个。这个扶着的这东西，比如说你栏杆或者说树，是吧？在找着这位置以前，然后呢，找两块砖也好，怎么着这样垫起来？垫起以后呢，使这个腿伸直、放松，跟咱们这抡臂一样。现在就开始就说抡，就是悠我这左腿。悠左腿的时候，右腿站在这个高台上，是吧？这左腿绝对放松，是吧？放松了以后，他这力量由胯这儿发，啊，大胯这儿发力。哎，这腿先放松了，这就是说是这腿的这发根。在悠的过程当中，你这腿要是对准你前方。是吧？说这样站着，是吧？紧贴着这腿走，因为他已经放松了。放松以后呢，就等于就滴了答楞的这样待着，是吧？这时候前后悠起来，哎，随意悠，不也不要着急，扶着桩子也好，小树也好，栏杆也好，扶好了以后这样悠，脚尖朝前。这前后悠，这左腿、右腿也是一样。然后调过身子以后悠，哎，这主要呢，一个是腿放松，用胯用力，然后呢，脚尖直对前方，哎，这样悠起来，幅度可大可小，你就随便悠。啊，在这当中，也需要你目视前方，啊，眼看前面。转过身了以后呢，是这腿了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这么悠，腿放松，胯用力。使这腿就是老是往下放长。踩实了，对，前后悠，放松，大胯用力，对，前后摆起来，脚尖朝你正前方，放松了以后，它自然的就贴着你那右腿了。下边说一下这圈腿。圈腿呢，跟这悠腿这个位置是一样的，也是找一个扶着的东西，然后呢，这脚站在一个高台上，是吧？一般的两块砖比较合适。这样的呢，使他的左腿放松，放松以后就伸长了，是吧？这圈腿。是两面圈，一个是里圈腿，这里圈腿是吧？就是这个，从这圈过来以后，它这意念在你这脚的里侧挂着意念，圈到这以后推回来，还圈是吧？在这个位置，
圈，里圈腿，里圈，也是用胯用力，左脚这右脚蹬实，是吧？外圈腿是从你这腿的里侧向前趟出，然后向外圈，这意念在你的脚的外侧。这么圈，大胯用力，这样圈左腿，右脚站实，对，外圈，外圈这时候，它的意念是在哪儿呢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这地方，啊，外圈，往前提，对，脚不离地，擦地走，画成圈。这个意念在你的脚的里侧，对，往外圈，对，用胯用力，里圈，下边提筋腿。这提筋腿跟这提膝步它不一样在哪儿？提膝步是让人上步，提筋腿啊，它是一种腿法。向前迈步，提，使这脚后跟搓地，啊，这样搓起来，搓起来，髁膝盖这儿用力，啊，这个。练的时候呢，就是一步一下走、提、搓，脚后跟搓地，然后这膝盖跟脚尖用力，意念在这地儿呢，看着正前方。这练的时候，周身放松。放松了以后，这样提起来才有力。在这一瞬间，把这松劲儿一下子抖了出来了，啊！提的时候，脚后跟搓地，搓的同时，把膝盖提起来。对，眼睛目视前方。下边七寸腿，七寸腿它的要领，就是说，要用右脚踢，就是胯、腿，然后把这脚蹦出去，它的力点在前脚尖上。它在这个用的时候，就踢对方的这面，就是说这迎面骨这位置，啊，通背拳这腿就是。一般低腿比较多，低从这儿走，这儿走，走，这儿就来了，就一般的一哈左右，离地就行了，往前踢起来，目视前方这样踢，对，力点要准，稳。点踢，对，脚尖朝前正拢，下边是鸳鸯腿。鸳鸯腿它这练法呢，就是上右腿，左腿站实，是吧？这样走，提起来，奔你的这个左前方，然后勒步。落在右前方，啊，在这时候，
拧腰坐胯，往下练，左腿也是这样的，下来以后大致跟麒麟步似的，然后一拧，下边练一下鸳鸯腿，先朝这边练，注意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右腿起是吧，向你的左前方提，提，哎，你的意念在这位置啊，从你脚尖到里侧，外侧没用，然后是磕膝盖啊，往走，哎，哎，这撩阴腿就说这要求用胯和腿部力量，脚面子绷直撩起来，哎，这么撩，撩起来，啊，撩，主要是在你脚面子绷直，对。哎，下边绑切腿，绑切腿，他的腿法，这脚型是这么走，啊，向前上一步，这样趟住，啊，也是擦地走，擦地，走，绑切腿，这左腿也是一样，这脚的方向。是朝不是朝正前方，是吧？这一走时候往这方向走，有点拧着，哎。练习时候就是一趟地，这样脚起来也不要高，你的脚不能超过你的膝盖这么高，啊，在膝盖以下，哎。他这个练是这么练，用的时候呢。就是从对方的迎面骨一直到这个软盖，哎，就是盖骨，哎，搓它这个位置，啊，注意动作要领，对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嗯，走，用力，眼目视前方。下边是连环三腿，连环三腿的练的时候，就是实际就是一共三腿，是吧？第一腿勾挂，啊，勾挂腿，勾挂，侧踹，然后点踢，哎，就是这个三下，练一下这个连环三腿，第一腿。勾挂起来，对，在这时候这力着力点是在你的脚的里侧和尖儿啊，这点儿，哎，走，一腿两腿，对，横着是扁踹这位置啊，走，哎，点踢，点踢的时候这脚要横过来，哎，对，横过来，下边是通普拳的站桩功法。通普拳站桩功法与其他功法不一样呢，就是在哪儿呢？它是上动下不动，要求就是说俩脚甭管你什么姿势是吧，怎么样站立，你双脚站在地下是吧，站稳，不许动了是吧，然后上势动是吧。这第一式呢就是开膀式，开膀式是这样，它这个具体动作要领，哎，右手走的时候是吧，这是掌下来以后甩背，然后一边一下完了以后是双手啊，
他这个往下走的走掌的时候，是吧？意念在这位置，然后往上走的时候，还是在这儿，啊，就是往下走，双手也是这样，往上撩、挑，是吧？这个位置就看出来了，是吧？下边我坐一下看看，啊，单手，他这力点主要是在前边，哎，搂裸啊，这一面，后边无所谓，啊，后边这个就这么练，啊，这儿搂过来，双脚站立以后，也就是说比这个肩略微宽一点，啊，这开始搂，啊。手扬上了以后，这就无所谓了，那不是重点，主要是在这儿，就是这儿走啊，这是裸先下来啊，裸这个反复的这么练习，一手一下，这一下这手一下，是吧？双手双脚岔开，对，比肩宽一点行，脚底生根，对不对？开始走，这就讲大开大合，对，下边指天画地，练指天画地的时候，就是俩脚前后岔开，啊，前脚跟对着后脚心，沉腰坐胯。这时候练的时候就需要俩腿往一块夹紧，啊，这开始练。这起手以后，这手到这儿了，这往前一探，啊，这儿走，走，这是往后抡，俩脚前后岔开，对，练左手右手，对，走，俩脚蹬稳，注意意念，下边说一下这玉带缠腰。玉带缠腰呢，这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俩胳膊如同两个带子，啊，在腰上缠，就这个啊。具体练时候这手型变换，是吧？两个脚要扎稳，啊，齐头都要放松，走，拧腰，使腰拧，走出来，这一前一后。这俩掌啊，这就是这掌往那边走，啊，抽打自个儿这个腰部，缠，哎，俩脚分开，哎，脚蹬地，蹬住了，哎，手型。对，走，对，两个袋子缠着腰一样，手型就这个，对对，下一个是千斤坠，千斤坠它属于通臂拳的内功功法，
把气一定要调匀，双脚岔开，食指抓地，这时候呢，就是下蹲的姿势，是吧？这如同薅点东西，慢慢的薅拔起，这一下，刚才就是往这边裸，然后呢往这边再来，慢慢起，这个动作是越慢越好。食指抓地，脚底生根，练的时候先把气调匀了，再下蹲。慢慢起，托天掌这俩脚分开，也是这样，如同两脚在泥里头一样，是吧？这时候开始练，一手上一手下，上边托，下边我给踩。身体随手走，往上这手就由串掌改为托天掌，俩脚分开，脚底生根。开始练，俩手上下分，练成一个上下四进，眼睛平视前方，脚蹬住了，蹬住地。下边是吊带，吊带过去也称为席膀子，这有阴阳掌走，是吧？阳掌、阴掌，顺胳膊下来以后，起，变成踢筋手，啊，也说是就是这钩子手，然后再变。这手是贴衣裳拉上来，啊，这回来以后，贴你的胳膊，往上拉，练一下这个膝膀子，就是吊带，俩脚前后站立，脚尖朝前，对，练的时候这手随着你脚尖成为一条线。伸腰坐胯，对，越松越好，周身放松。下边练一下这二鸟争窝，两脚前后分开，这时候也是要伸腰坐胯，然后这俩手。起手是阳掌，回手是阴掌。二鸟争窝这意思就是，都是争这个位置，周身放松，就是这手阳，回来以后，就是变成这手，正好是这阴阳交错，正好在打出以后，这手是在正前方。咱们走，练一下这个二鸟争窝，俩脚前后分开，再大点儿，这时候脚底生根以后，
周身放松，然后俩胳膊甩起来，啊，好，阴阳，对，往上起，起两手，两掌起来，翻掌就走，就是变掌就走了，对，放松，一起一伏。下边是两掖掌，两掖掌要求也是两脚向左右分开，脚底生根。两掖掌呢，最后练就检查你前边这桩弓怎么样啊？他因为这掌法是往两面走，如果说你这脚站不稳，这一走就转了，是吧？这儿走，往两边打。嗯，练一下这个两掖掌，两脚对左右分开，脚底生根以后，就开始练。拧右。